男子持菜刀抢超商，女店员空手夺刀。抢下歹徒手中菜刀的超商店员曾玉文满脸笑容，但一提到抢匪，很生气啊！然后把他刀子抢过来，他就是因为吓到才跑这样子。抢匪前往骑机车到屏东市这家他工作的超商，从机车置物箱拿菜刀进店内，用菜刀架着他抢劫。身高158公分的他，转身猛力拉住172公分高的抢匪。抢匪拉他头发，打他的脸，他仍紧抓不放。抢劫！他手上有刀。抢匪反被吓到，我不想抢了，好不好？他抢下菜刀，抢匪勾住他的脖子，但仍被他摆脱。他右手拿菜刀，左手指着抢匪，要他滚出去。警方获报赶到，依他提供的线索，不到一小时就逮捕抢匪。他要求警察，让我打他几拳，他一直打我脸。我只是现在没有捶到他，很不甘愿，因为他捶了我好几拳。你咋会这样打呢？不会啊。对啊。哎，加油，看一下用。女店员说：“爸爸过世的早，妈妈改嫁，养成遇到困难都靠自己解决的个性。”动新闻，屏东报道。